假的？我只是开了相机而已。我但是相机上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弹幕啊？相机里有弹幕，赵月大屁眼子，你的相机有弹幕啊？你什么 IP 几啊 ？iPhone 280呀？你个大爪子！大爪！我在这儿看你直播，我在口袋四八看你直播。对，突然直播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今天。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的高原红，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樱桃红、樱花红，没有，开玩笑，把这个给你，因为今天我上了老宋的个人小课，我快死掉了，魔鬼训练，对，三个小时个人小课，厉害，要要，对，你吃吗？本来我今天是打算去看樱花的哟，吃果冻吗？吃，结果我上了三个小时老宋的个人小课，还有半片面包吃吗？不吃，你这不会过期了吧？我吃，没有，今天中午买的。该我不吃，你为什么还半片啊？谁吃过？因为我留着明天吃。彭少，赵云打个光行吗？你这是黑哭惹，这光真的很脏的，把你那个美网红光给赵云打上。谢谢你入镜了，谢谢。啊？啊？谢谢入镜，入了一点点镜，入了一点点镜。好了好了。叉叉晚上好。给你来个网红光，赵岩。那就直播了。对。就是入镜面，我开着音乐，我都看不进去了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啊，赵岩，都有像小朋友，你看。他叫陈一清，都有像小朋友。谁让给你的？嗯。这是怎么了？他在里看着我好的话。很亲切。赵玉好像小朋友啊。对，我就是小朋友，刚刚上完单独小课的小朋友。赵玉上。本来我今天是今天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练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客气了一下，然后老宋就说等我十分钟，我吃个饭上来，然后就练了三个小时个人小课。客气了一下。哎，打上这个光妆好美颜哦，你看。我本来今天。哇，真的耶。是吧？这个网红光真不错。我本来今天是要去故宫公园看樱花的，现在脸上开出了两朵樱花，脸上在开樱花，三个小时没休息，现在很晚吧，现在十点。哇，这个好可爱呀、啊！赵月，醒醒，睁开眼睛，你醒醒啊，赵月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！等一下。我看到了。醒醒啊，赵源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！等一下，我看到了。在你那边有显示吗？没有。乌漆嘛黑。哦，出来了。乌漆嘛黑。刚刚看到了一个我们制作人的高仿号。谢谢。那我再回来一点。啊，对，这样可以。你靠着那个。你靠柜子坐着。他们说请叉总开直播。我给你开吐槽呢，我给你直播赵月的直播，我直播赵月的直播。对啊，挺好。然后四岁再开个直播，直播张雨欣，直播赵月在直播。黄土要再开个直播，四岁直播张雨欣，直播赵月的直播。这是什么小朋友？我今天还化了妆。屁啦。在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没化。我为什么要骗大家？我素颜是化了妆。大骗子！你能不能不？化妆像个女鬼一个，飘过来一辆劳斯莱斯。那叉总送礼物，劳斯莱斯。我们成员送不了。哼。拒绝内部 PY 交易。你要是送了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一个成员瓜祝福。不用，不需要。ID 为叉叉的小姐。小姐，谁是小姐？这里不能买。寿比男生，全家幸福。不用你说，我全家挺幸福的。怎么说我喝酒了吗？我是有毒。真的喝着呢。我有毒，我才喝酒。你老左这个小狗子，你可真是，我们。
然后好乱啊，谁的房间啊？叉叉的房间。黄东阳的。叉叉的。我说叉叉就是叉叉的。黄东阳的。他们说我喝酒了。赵月，你半截眉毛呢？我喝酒了。去哪儿了？你看，你现在看我半截眉毛在吗？不在。哇，真的假的？那边不在，左边的不在。你看清楚好吧？哦，哎呦，眼拙，瞎眼拙，瞎着张老眼，瞎着张老眼，就那个喝醉了。而且我如果再讲那种奇奇怪怪的话，嘿嘿嘿，我就是那种最喜欢偶像。但并不是，我只是上了三个小时老宋的个人课，个人小课。就蹲在那种马路边那个台灯下面。没有。我不是，我没喝酒。胡说八道的醉鬼。相信我好吗？做你。睁开眼儿，醉鬼！哼，醒醒啊！老天，这个角度好像嘴巴含了个包子。他们说你不露面。没脸，没脸见人，不见人。赵月，赵月，赵月。看看你美颜的样子吧。赵月。不能，我害怕大家晚上睡不着。看你美颜的样子吧，睡我半截眉毛。我害怕大家晚上就是开心的睡不着。见过仙女之后，你是怕大家看到你受到视觉冲击。就见过仙女之后，你知道人总是有一种落差。落差。不能让别人就是有这种心理落差，我们仙女的职责。小黄，你刚露脸。小黄露脸。你们仙女都吃大爪子长大的吗？吃泡椒凤爪长大的。你说小黄好安静。因为小黄不会说话。他说我旁边是问爷。笑出来了就大猪肘子，调戏小黄。小黄就跟呕吐一样的偷笑。又来了！我干嘛？怎么那个来了？那干嘛？不是东西，侵犯我们肖像权。请把这两个人现在动成表情标。表情标。没眼看，表情标。你好好说话。表情标。表情标，没眼看，两个人。就那种好像那种奇怪的场所，这两个人捂脸，突然之间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干这行了。警察叔叔，我错了，别抓我。我也是，我不是自愿的。马上就。我不是自愿。他们说小黄在吃保健品吗？在吃那种防止便秘的那种清肠胃的药。哎，这个是吗？这个不是那个消脂的吗？没有，就是青菜，里面是青汁吗？啊、哦！哇，这什么？清肠胃的，不是清肠。这是药吗？不是药，就是那个营养水。那跟我来点，我最近没啥营养。你没有，我都瘦成骷髅了。你要等会儿但是他饭十分钟，对，我是不能吃十分钟上来就跳舞的人。但是我在那之前我已经吃过了，吃到边吃边跳，跳一曲，趁着节奏。那我是还没到我的趴，赶快吃两口。没有，就是今天不是我今天吃的，在那个我上去排第二轮练之前，我吃了三个馒头跟一碗泡面。我知道，我也。你也是吗？那个时候。有人问老宋是谁，你大家解释一下。老宋是我们的舞蹈老师，等于老马，等于男版老马。不然人家以为是你的老相好。啊。老宋，天天一口一个老宋。我也不想啊。那我每天接触到的人就是老宋啊。老宋和老马是一对好朋友。对，马宋 CP。然后马上又有人说：“赵月，请不要贴马宋 CP 流量，谢谢。”我想吃口野菜。我吃野菜了。
让你喝点水，让你嘴唇好干啊！这边嘴巴，我是很干，中毒了一样。在视频里看中毒了一样，呜呜的。我今天早上还没吃早饭，今天整张脸刷白，在那里，跳那种很可爱的舞，然后还一直想象自己在樱花树下。谁？我。谁呀、啊？在直播。在直播。在直播。你穿裤子了吗？他没穿裤子。垃圾。你可以遮着脸进来，来我们这。你有化妆了吗？没化呀。我们这是安全区域，我们这是直播不到的，只有。对，我不拍你，你赶紧进来。你快来快来啊！没有。快来来这，来这周怡吗？来这。你是谁？我是叉叉。哎呦喂，你穿那个小樱花的那个同款的裤裤，我只穿了裤子。是啊，对啊。哎，刘海怎么了？早上把刘海剪了。怎么剪这么短？没不够短，我觉得还是不够短。这还不够短吗？啊，别走，别往后面走。现在流行的就是短刘海。来坐啊，别客气。现在流行的就是短刘海。当自己家一样。乱，我不想睡你这些衣服上。那你自己找个角落。你自己找个角落。我做一个高贵的公主。你坐那个我做一个高贵的公主。你看我这个魔戒公主都坐在地上了，你还要多高贵啊？那王国已经灭亡了，公主。放屁！已经被那什么新的巴拉公主取代了，你知道吗？哦、彩灵宝是吗？气公主。哈！又有新的巴拉拉了，不犯你喽，不犯你了。你一个过气，过气巴拉拉小魔戒。耶！哭哭，好难过。过气魔蝎哭哭。对，那我也是个公主，好吗？我也曾经魔蝎过。你身为公主，连个自拍杆都没有，哪有举着寒蝉？你见过哪个公主有自拍杆？人家公主是。你没有听过那个 S 有个歌叫什么？灰姑娘没有自拍杆，还是什么灰姑娘也有自拍杆？反正就是有自拍杆。人家都有自拍杆。哇，你有自拍杆哎！黄土良是你的侍卫，侍卫给送上了自拍杆。黄土良干得好，加油！骑士，好骑士！奖励一颗星。对。黄骑士，哇，可以吧？黄芪不是一个药吗？黄芪，对，一个中药。应该干嘛？我不知道，闲的那啥就过来。我说现在得管理自己的语言，不能太放飞。是啥嘛？嫌你。你给我扇扇子干，好冷。而且是你喜欢的。嫌不会是你喜欢的。啊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等等，拿走。你们最近朋友圈天天发啥不？爱上爱上。我眼中只表情包。黄良，住手！什么什么什么？我看一眼，看一眼。啊，就那个我知道，就那个不能说出名字，表情包名字，表情包常用，不能说出男人的名字。就他不仅表情包，而且还视觉冲击，而且他在舞台上特别有表现欲。哎，他最近变沉静了，但是变搞笑了。他最近可沉静了，我觉得发色变了。他只要不做跳跳反应就表现。我们问三分三 sense 是个什么样子的 team？ 你们来介绍一下，官方发言人介绍一下。他们那个组合叫什么 ？Seven Senses，Seven Sense。七种感觉，三七种 feel。Seven Seasons 还是 Seven Senses 还是 Seven Senses？ 都不对。Seven Seasons 都不对。Seven Feel。对，你叫 Seven Feel 吧，别好记。Seven Feel。你取的啥名字？就是这种 feel， 没有文化的人都记不住。对，就像我发卡都记不住吧。对啊。啥意思？那么你。那词儿有我有。你们可以直接记七三四。好，七三四。周月，你这我看着你脖子酸，你能扭正点吗？那口袋四八肯定是。你就是掰的。那我这样。我在看周月直播呀。神经病啊！周月是掰的。我靠，你也是闲的很。对。离周月一步。双击了，双击老铁六六，给大家点起来了。对，然后。多点点关注。周月，你看着好蜡黄。这个光打了个网红灯。对。没有网红灯的话，就来放点歌，放点嗨歌。啥也好，网红。这小黄的网红灯。放点 DJ。神真贵宾。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我放那音效。如果我是 DJ， 你是 DJ， 是 DJ， 是 DJ。我们俩好可怕。如果我是 DJ， 是 DJ。你不是如果你是 DJ， 你就是 DJ。你就是 DJ。但不让你送礼物。给这儿送礼物，送不了，我们成员送不了礼物。那我们成员没有钱，这儿给我们送礼物。你这个月进了、这个，我给这月送了果冻，就是、没看见吗？我这个月进了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这个月进了 seven， 进了三四，你进了那个。你不要提这件事情。就是因为进了这个，我的工资才如此低下，懂吗？是不是因为你们达哥夫都是名牌？我知道七三四要走那种国际高端，跟你讲，像那种韩团一样，一双鞋都是夫妻。对对对，他达哥夫是Zara，这厉害吧？厉害厉害。当然，也是国际知名平民间大牌呢。对对。然后我们就是那个黎彤送礼物，黎彤就没带手机来，要送人家张雨绮的手机，我送吧你。送不了，成员送不了成员。你可以包红包。包不
给你个果冻，你还不知足，还我。你听我，你不三块八呢，我要喝这个。有吸管吗？有啊，你没喝过啊。彤彤，娃哈哈没？啊？哎，吸管不见了。那有啥？对啊，你突然之间你这么一问，我说这吸管是藏在里面吗？而且在外面这个汁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吸管呢？我在这儿给。谢谢，好喝着呢，谢谢。我最喜欢这个东西，都埋的，没拿回房间吧？想跳吗？刚刚一直在这儿，不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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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跳什么？我随便唱的，忘掉吧。我该唱的是《大阪罗曼史》。大阪罗曼，我随便唱。樱花开花了，我不唱。对啊，我要去，我要去了。我刚才把机票买了，买了个失败的机票。又要再去看一次。对，我要去。为了你的梦想。我刚刚还准备想邀请你去顾村公园看樱花。可以啊，后天就可以去。后天不行，我大我本来今天要去的。你也是很闲。他穿着他的樱花手制服。顾村公园好像还有跳楼机。顾村多高啊？2米的跳楼机。姐，我去了富士急以后，世界上就没有能吓到我的过山车。可怕吗？那个有一个时速171千米的一个过山车，还有一个能看到富士山的过山车。我只排了一个，我要冻死了，排了3个小时，周围人都围围着我，穿着短袖穿着帽衫去，我真的是要死。就寒风瑟瑟吹拂我的心，旁边的全是情侣，还有基佬，还有各种各样成双成对的人，我真的要冻死了。你看前面两个男的同我一条围巾，看都不看一眼后面的我，我穿个短袖我冻死了。没事，你也找一个围一个围巾，你也找个女的围个围巾。我去哪里找呀？人家哎，我跟你说，日本女生真的是就是她不是她们喜欢穿制服去各种地方，就是她们去游乐园也穿制服，不过她们制服确实贼好看，我好喜欢。我也想要这种舒适又可爱的。那他们会有那种就是不是 JK 然后去穿制服？哎，有的有的，比如我。哦，除了你，我说那个日本人也有也有也有。就那他们去是去高中买吗？还是出去？也有自己的那种制服留下来，后来曾经的制服。对对对。别看我昨天就是穿网袜编了一个脏辫。但我今天打算是编那个双麻花，哎呦喂，穿着制服，我们上面买那个粉红色制服，啊啊、对对对，去顾村公园赏樱花的。那你也是非常的风雅，我都喝了，喝喝吧，你也是非常的风雅。然后刚刚上了个人小课3个小时，爽不爽？你没看这有两条腮红还在那儿吗？哎、挺好。3个小时了还没消下去，有利于减肥嘛。然后再吃回来。没关系，那我们点个什么吃呢？这个深夜，哎。这个附近新开了个日料挺好吃，真的，真的，嗯，叫啥？就是我昨天跟黄豆阳周姨吃的一家挺好吃，名字我忘了，带你去，反正就在那一块儿，挺好吃，真挺好吃，尤其是周姨是不是一楼那个？嗯，周姨点我知道那个，我新开的嘛，嗯，就是看上去外表不咋专业，其实还挺好吃。哎，你上次说那个，还什么藤家的哪个好吃？炸猪排好吃是吧？不是糯米鸡肉串。哦，对对，糯米鸡肉串。那个好吃，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我都不太舒服，所以我每次没有一次吃完就。那油不好吗？没有，是我自己不舒服，我感冒一直没好。那个小黄，娃哈哈，柠檬茶啊啊，娃哈哈，有什么？自来水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他喝自来水。那不是过期，不要不要，酸奶开始过期了。那我不要，我要喝那个。我房间有。那是去哪呀？就在隔壁。那是去哪？那你来直播啊？你直播啥？直播哪有酸奶？哎，你就直播那个去拿酸奶吗？你直播拿酸奶。啊，他有小黄。real 有酒精饮料。real 私藏酒精。我喝 real 能喝醉，我告诉你。要我不要喝，我觉得难喝，我不喜欢喝酒，我觉得酒难喝。那什么都没有。real 还行 ，real 是水果味的，稍微好喝点，但是其他酒都很难喝，我觉得酒很难喝。尤其是那个啤酒，有一股尿酸味。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喝酒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感觉我会猝死喝酒。不是喝酒能让你们兴奋起来吗？他现在就兴奋过头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喝一点，我会死。他现在是兴奋过头的状态。你上台喝两瓶，你头甩的别人都浪了。他已经够浪了。我会直接挂掉，就第一个动作倒在地上，心脏不太好。我看弹幕，说的这个表情像那种。身体被掏空那种山里的，而且小兵张嘎的，可不笑。不小兵张嘎有这么可爱的吗？你现在才是小兵张嘎吧？在给你直播一下。我现在看着跟穿裤子一样，有伤风化。然后那个你穿了，我可以证明。那其实看着像没穿。那你站起来吧。我不想站。就是真的很像醉汉来倒在那个路灯下面的花园花圃里。好心酸哦，旁边像垃圾桶一样。对，旁边像垃圾桶一样。然后饿了在垃圾桶里抓把吃的塞嘴里，一边吃边妈妈不想工作，想回家。好可怜。可怜醉汉。叫我可怜了吧？现在来继续来一波双击老铁666，
点赞点赞，加关注的加关注啊！一个名叫青玉文的路人粉的人发了好多好多月宝刷新，好吓人啊！结果月宝根本就没看见，好病娇的感觉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经常是会有看不到的弹幕嘛，就这样啪飞过去了，然后跟我说谁，跟我说谁，跟我说谁谁来了，然后666。我青玉文这名字感觉好酥，我感觉是小姐。你这个，你能不要晃你的镜头，看着我也挺晕的。你就直接放那可以吗？晃得更加厉害。催吐神经。赵月亲身示范怎么催吐。那也要 B-box。双击666没毛病，老铁啥意思？你不知道现在流行词汇吗？对，我可能已经跟这个时代脱节。血铁是不是时代脱节？扎铁的老心。扎铁的老心，扎心的老铁。对啊，但他现在就反过来说嘛。扎铁的老心。扎铁的老心。我觉得要扎我。就像他们之前说 BGM 什么，爱的供养，再问自杀，爱的自杀，再问供养。有个弹幕说什么：“李总，你老了，你智障吗？你敢说我老了？”我是他看见你了吗？他说你老。对呀、啊，神经病！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梗就是我老了，他是不是？哎、你年轻，你年轻，我年轻的很。我跟你讲，你年力壮，力壮你大爷！我只是年轻，我不力壮，我很柔弱的。对，打他。我很柔弱的，好吧，我纯真可爱。娇弱，就是像仙子一样。娇弱享受迎风挡。你头上有一抹毛，你头上你去哪了？别说李一桐智障什么鬼啊！对啊，真的很有道理。人说的找死，这话说的很棒。然后赵月深情的眼神在这个弹幕上面让我哇，两个香蕉哎！不开心的疙瘩送来了青色香蕉，青色香蕉能干嘛？又不能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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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青色香蕉是那个吗？就不喜欢比女生害羞的猫咪。那不是。下一站是。为什么？我们的歌词儿也都差不多，我也很喜欢。比女生害羞的猫咪干你屁事啊！不喜欢不喜欢。女生怎么就害羞了？对啊，又有像张雨欣这种不害羞的猫咪。我是猫咪啊！我谢你。那你小狼狗。小好喜欢，我就喜欢小狼狗。没错，总比男生害羞的猫咪。小黄有喝了。就很可爱，更加可爱了呢。然后小黄拿刷牙杯给你接了杯自来水。干嘛呢？前辈给你喝。我不要，我要我那我肠炎又要犯。哦，小黄你那个野菜好难吃哦。我好饿，我等下可能要泡面。那个野菜药好难吃哦。我有泡面，你要吃吗？我也有。我有一个网红。他能减肥粉丝。我有一个。网红薯片，现在是180块一盒，是什么？什么是世界上就是日本的18斤蜡烛薯片，超辣的。真的假的？拿来，快快快快！开心。我们在直播吃奇怪的东西。他没有水，你们都会怎么吃？没关系的，不要吐在。没关系，我有水，到时候再卖他高价。我有口水。180好贵啊，我一个月工资啊。赶紧包薯片180，我卖他的那个冰红茶，我得要卖他280。赵月很会做生意，生意头脑棒棒哒。让他先吃。辣味薯片，这好贵的，这快200块钱了。嗯。我也很买的。我想吃。我也好大啊！我买的时候现在是日本的吗？日本的。是特别特别大。上面有点成人像。什么鬼啊！你等下把这个拿过来，我展示一下，来看我们今天要吃的东西。很吓人，感觉是那种奇怪的东西。快打开！我手机快没电了。我一直想留个去找个大家都在的机会吃，因为我一个人吃觉得要是我打开狗带了十八斤，要狗带怎么？我们一起。放心，你狗带不了，大家一起狗带。正好我吃的，要是明天要是不舒服的话，我就请假了。好，那要感谢我。要吃18斤。我明天要录音了，真的。哦，今天做的。要吃十八斤。你们明天还要再去录吗？我录完了。那今天录完了的，那应该就不用去了吧？那要去拍点视频。那完蛋了，明天三个人上课。哈哈哈。还有一包粉，还有什么粉？不知道。好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厉害啊！是那个咬粉的吧？这好像魔法棒啊！交给你了。啊，这个我不懂哎，赵月。你看它里面有一个这个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？你就他妈。你妈脏话了，赵月。啊！赵月妈脏话了。我这公司怎么口出脏话？笑死鬼了！不辣呀？那应该就是这个了。没加那个粉吧？不辣。但这个是干嘛的呀？卤薯片，舀粉的吧？勺，小勺。扣钱，这也扣钱。赵月，别再问了。我又要骂人了，我逼这个月都逼没有什么钱了，你们逼还有。感觉更脏了，你把你搞成逼，感觉更脏了，赵月。更脏。这样就直播就不扣我钱，这很浪，扣我钱，随便扣。哦，
这是封带的吧？啊，是吧？你自己去还。嗯。那你拿吧，没味儿。我好贴心啊！放进去，倒进去，好刺激哦！痛，还有个痛性。你快把这个世界第一恐怖的这个粉倒进去。我如果把这个粉倒在嘴里会，你试试，你试试，我给你，哎，你要这么，那是我买的，你到嘴里，我给你来一辆劳斯莱斯，我给你送一辆劳斯莱斯，赵云，口袋撕吧，我就没有见过有劳斯莱斯，我给你送真的劳斯莱斯，啊，现在终于不晃，行，你有什么能喝的，什么都行，来，我，哦，矿泉水。那可以，我也想喝。还是你喝过就一口了，你抠不抠？那给我留半口，给我留半口。要你何用？这要摇摇乐一样的，要摇。哎，你瓶子半天都没盖，那个灰都掉进去了。不，周姨，你们能喝的吗？我真的很带感的话，明天我要把这些，我要把这个流水片。你快点，等着流口水了。我都流口水。然后这边收菜。收菜。我开始我的表演，谁先来？我买的。好，那来，好，你买，你先来。你大，看好吓人啊！不辣吧，应该。嗯，很辣吗？真的有点辣，有点。我去拿水。啊，就点，给我妹拿点，给我妹拿点，给我妹拿点。我就一瓶，哎，我尝点啊。到我了，赵云。赵云，扣钱。赵云，来加油！来世还要做兄弟。不要。干了这杯薯片，来世还做兄弟。对，这其实是孟婆汤了，忘掉我吧。这边清掉好吧？啊，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再看？不好意思。真的好辣！哎呦，我刚才说的是我擦。十八年后还是一条好汉。嗯，真的好辣。不错。啊啊。拿下，盛点，盛点。嗯。来，我就一瓶水，你给我盛点。真的有点辣，就是跟那个火鸡面一样，回味很辣。我做完有吗，赵月？没了。妈妈，我想家。我哭了，妈。我真的哭了，赵月，我没骗你，真的好辣。啊，你那个美食应该吃这个，对。啊，这个真的很好辣。快，拿过来再来一片，虽然辣的好吃。刚进嘴里的话是真的很好吃，但是后面就会变得越来越辣啊！好辣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太辣了，我不吃，赵云走开！我想和你做兄弟了。你不辣吗？不是芥末那种，是那种香辣。其实刚进嘴，嗯，我水哥，想要吃吗？他说他不吃辣。那周姨吃吗？周姨也不吃，周姨吃了可能要周姨在认真看，可能要出去狂奔。闭上眼睛看到天堂。再吃一片。我真的好辣、啊，辣到骂人！你不觉得很辣吗，赵云？你疯了吧？爽吗，赵云？你跳舞失去味觉了吧？你不就是味觉吗？赵云，你就是味觉。怎样，法院？形容一下。我感觉火山在嘴里爆发了。我不会失去味觉了吧？感觉怎么样？你来，要水吗？还好，我就没有辣到那种地步。我觉得超辣呀、哎！我觉得我可能太久没吃辣了，我觉得超级辣。我也觉得好辣。今天就是他们给我吃那个糖嘛，就各种怪味豆，我知道怪味豆，有鼻屎味啊什么味的。我吃了一个腐烂的板蓝根味儿。我每一个都吃了。怎么样？失去味觉的感觉。很辣，很好吃，再来一个。我吃了一个很好吃的。可我没有办法辨别。啊。因为我能辨别出什么味道，但是我只知道它是糖。你知道吗？辣其实是一种痛觉，就是你要是觉得辣非常的爽，然后就不觉得辣的话，说你是哆啦 A 梦。真的吗？可是我是哆啦 A 梦，为什么我不觉得爽呢？那可能你是变态。我不会被辣的爽，我就是变态。哎，你觉得这种辣会不会加了化学物品？因为我觉得一般东西不会这么辣。你加了化学原料。对，味觉失去了味觉。味觉失去，你不配当味觉，要被你逐出。你再也不是自己了。逐出 Seven Few。从现在起 ，Seven Few 的味觉单。3 3 3 3 3 7 3 4可以吗？7 3 3的7 3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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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
不能一辈子。我眼睛疼，气到回韩国。我要去漱口了。然后明天我们的课就
没有办法继续下去。给老王睡，老王气到解散公司，就这么辣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个贝年也在吃果仁。我要给我妈吃。你妈，你跟你妈什么仇什么怨呀、啊？给老王吃。气到解散公司。对呀，我回去拿点吃的。好呀，好呀。我觉得我失去味觉了，我们就得吃点别的东西。这带多带点，多带点。啊！舌头好痛。我也是舌头痛。嗯，有没有糖，小黄？小黄。哦，你腿好细哦，凯哥。啊、哦，好辣、啊！回味越来越辣，你觉得吗？所以我只吃了一片，你吃了三片吧？我吃了四片，还是五片一片？哎，你腿好细哦。啊、哦，我腿好细，快给我糖。赵又去拿了，赵又去拿了。你这腿好细哦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发卡腿超细。我不要吃，要糖。我吃死，在我吃。我需要甜的东西。还有糖吗？我也想吃点甜。我有糖，你不早说。去，哎呀妈，都够辣的，还拿了那辣条。我是吃辣条了。哎呀，我想吃 QQ 糖，我也来一个。再来一桶吗？是什么糖？猴糖吗？哎，喝点牛奶，有牛奶吗？对、啊。哦，吃点海苔。这边带了包辣条。辣条甜的好吧？我带了卫龙，卫龙很好，卫龙为国争光。嗯。哇、嗯，你这个好好吃。我是在平衡味觉。再来吃这个吧，这个好好吃。有股喉糖味，它是不是就是喉糖？不行，不喝糖。你傻呀，赵薇，你没入境。我知道没入境。那所以直播的意义在什么？你知道现在直播的画面是这样的。因为我现在有点怂。我要薄荷糖了，薄荷糖。你还是没入境。啊，入了入了。这个糖没有任何的。我要薄荷。我吃片。哦，小老板。啊，网红灯没了。网红灯没了。他吃了这个吧，我还等会儿先吃吧，我去拿。嗯，我没电了，我要走了。拜拜。你怎么那么无情啊？挽留一下嘛。ID 为张雨欣的朋友姐，祝你早日离开。谁是小姐？别侮辱我。先走了。那以后多多关注我的直播间哦。晚安，拜拜。哎，国足输了耶！国足输了。哇，好刺激哦！你要关了吗？嗯，你要关直播吗？我还要吃一遍。我要跟他说，一般直播的人不是都是有人要走了，就跟他说拜拜，晚安。你下次继续关，接着关注我的直播间哦。我下次直播时间我也不进我的房。哎，定为什么什么的？准备好二十个别墅跟火箭啊！还有劳斯莱斯，有这种东西吗？口袋四吧？没有。哎，这别的直播有。这是口香糖还是普通的糖？这不叫药啊，糖啊，这是口香糖，是口香糖。我也来看看，有种干嘛偷情的感觉，练咬肌啊，偷偷摸摸吃糖，有种偷情的感觉。哦，吃多吃多吃。嗯，这薄荷糖好苦，不好吃，不是真的苦，真的我没吃呢。练咬肌，平衡咬肌，小腿肌已经这么大了，咬肌也要紧跟其上啊，不能输啊，咬肌。练咬肌啊，你们咬肌别输。上来看 Kiki， 买了一大袋那个甘蔗，我在问他，我说你干嘛买那么多甘蔗？你这薯片没人吃了是吧？练咬肌吗？收起来。那你这得要封起来了。你让我看我给我封一下，我给你封。啊，有毒，我已经给它封了。他不是你封好了吗？我说要把存封起来，放一个小箱子里。赵
外封了，就没有一个人能打着他。下在封印者跟大哥的饭里面，看他们喷火。下在。然后你完了，明天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李一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这个东西完全可以整人了，弄成碎末然后拿去。嗯，太可怕了。但贵啊，一盒180了。也就你就花这个钱，然后搞了。我觉得人总要多体验一下未知的书。对啊。搞得我味觉都失去味觉了。你知道神龙是怎么死的吗？嗯，就是体验了很多未知的食物。对，没有懂这个梗。神龙吗？尝百草不死了。啊，神龙，我听神龙了。我说神龙不是神龙不是七个龙之造的。神龙跟神龙。神龙，神龙。黄总，你尿频啊，总去厕所。找不到我。买到黄总，你尿频，直播间的观众都知道了。我怎么找不到手机？唉，爽的！我在上牙膏，这个薄荷糖吃的好苦哦！我感觉在吃那种牙膏。我喜欢那种小学时候那种一小包一小包那种薄荷糖，就那种甜甜的、绿绿的。你们吃过那种叫老鼠屎的糖吗？吃过啊，我超好吃哈！你说甜皮蛋吗？嗯，甜皮蛋好吃，桃花蛋。还有老鼠屎超好吃，好好吃。嗯，我得在网上买。嗯，搜那个80后零食。我活过来了，我活过来了。活过来了，哥，你掉线了，哦，真的，嗯，啊，回来了，我看看，回来了，感谢掉线，看看弹幕，你看你那么又对着网黄灯，脸都变得更加蜡黄，黑黄黑黄的，我给你把网黄灯往前扶一点，网黄灯是什么？网红灯，啊，烦死了，叫习惯了，我没有电了，我要去充电，拜拜拜拜，我会再回来的 ，ID 为张雨欣的朋友们不要再回来了，晚安。我还会再回来的。回来的时候带着吃的回来。哎，我有桂圆，你们吃吗？不要。水果不吃啊，水果对身体多好啊。上火。橘子。橘子我也有。拿橘子来。好。只有俩了，小小的，就我眼睛那么小。赵月眼睛那么小。滚。那挺大的，赵月啊。这平常都没睁开，现在闭眼睛跟大家说话。你逼。你逼啊！好脏啊，赵月。赵月给我。好脏哦！神经病，脏脏的。张雨欣，张雨欣，让你到张雨欣换一身性感睡衣，把墙给吸。我跟你讲，露出我的小勾勾。你有吗？脸，你小勾勾，法令纹的勾。笑死！我孔霄云的。你孔霄云的，霄云姐委屈我跟你讲。好，现在气氛已经陷入沉默。以后我也这样，我就把这个，就是我就把这个直播间打开，然后对准洗手间的墙角，然后开一天。我有时候看到就说两句话，自言自语对着墙角。你啊？我在想。啊。然后你突然忘记。反正很随意啊。你哪有天忘记了洗澡？啊！突然之间真的是翻了过来，嘣！那真的是。那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毁灭这段录像，不然就毁灭我自己。我跟你讲，那就换一下，那我就把我家鹦鹉拿过来，把我家大只拿过来，然后打开直播镜头对准大只，大只一口叼向我的手机。大只可以拿爪爪抓着你的手机，飞在你旁边。那大只没那个力量，大只智障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他特别傻。橘子放烂了。哦，你回来好快啊！我带了更好吃的东西。你们房间什么玩意儿不烂？雪莲，天山上的雪莲。什么东西啊？那是雪莲果。没吃过。长个地瓜一样。啊，雪莲果。但是没有刀，你们刀我给你们削。雪莲果清火的。哎，我刚刚去了。哎呀，不错了，我雪莲。没有啊，我刚刚做的。哎，雪莲果很通便。我手机没电了，我要去找个充电线。你啥手机嘛？我安卓。你的安卓几？你有充电？你有安卓线吗？有。给我充，我充。吃小老板根本停不下来，感觉。我吃小老板那么难吃，你卖的给我。我找不到你。还是这种？你要我有好多，我买错了，我不喜欢这种皱皱巴巴的，我喜欢那种平的。你要我买了一箱，我全送给你。你想很脆的那种。嗯，这种我不喜欢，全送给你。你要不要？给你拿过来。我也买了。小月，你弹幕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因为你去找代王吧。你看。那你去找代王啊，你问我，我也不是系统管理，要负责任的。
你孔孝银的，你找我负责人。你不要一口一个孔孝银好不好？换一个，就找孔孝银。今天就说人家孔孝银，我们在你心里是什么？虚空啊，虚无啊。你孔孝银的再说一遍。其实你说你张雨欣的也行，因为他也是一个屏蔽词。还有魏老师。我张雨欣，我欣，我张雨欣，张雨欣怎么这么张雨欣？我张雨欣，张雨欣，张雨欣，张雨欣。做人不要太张雨欣。你也 rap 吗？连续逼掉。你张雨欣的，你懂什么张雨欣？你懂张雨欣的张雨欣？我张雨欣你爸。你完蛋了，这个直播越来越糟糕了。你们这些人流里流气的学好。对，我要去拿充电线。不要看我头发留了留起，但是我还是想要穿点制服去看你爸。把身上的莫斯奇诺扒下来。那不行，莫斯奇诺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排练专属。哎呦，那也是挺有钱的，被一股豪气扑面而来。今天我还跟戴萌那儿聊天，我说就是你刚戴萌哦，就你们录音，我们录音网去聊天，聊天就是我说我每次就是。去机场的时候穿的都特别的华丽，然后就化妆什么的，然后就把自己最贵的衣服穿出来，然后拎着好好的包，打扮很帅气去机场，然后私下里穿的就是那种二杆子，就是那种便宜的那种感觉，私下就穿廉价 T 恤跟卫衣，就然后结果粉丝就老以为大我们都可有钱，觉得哎呀李彤好有钱，然后拼命的死吧，就是我们同款什么的，其实我们都活得很简朴，对，很简朴。但我在机场都从来不穿。胡说，你在机场没得穿跟黑道似的。那也很便宜啊。像你的貂，你的皮靴，你的毛毛包。我已经多少年没去干貂了。干貂了，赵月你是什么人呢、啊？怎么对能干貂这样？哎，赵月把我那个小彪彪给我。你怎么对貂这样？赵月把那个小彪彪给我。貂可爱。出现在这里。其实有的成员朴素，但是其实是你有插牌吗？蛮有钱的那种。嗯，对，就像我。对，你就算了。但是周月呢？就是外表，就是你不能用一个外表来判定别人的内心。我跟你讲，哎，突然鸡汤算了。我外属鸡汤，我比较喜欢鹌鹑。我说过去。哎，我也喜欢鹌鹑，鹌鹑蛋特别有营养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还养过鹌鹑嘞，嗯，可爱小猫是。被班主任没收了，我不知道后面怎么样。鹌鹑我买了呀，5毛一只，我在学校门口买的。哎，你从小就喜欢这些袅袅唧唧。我什么袅袅唧唧的？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？我喜欢小动物。是是是。我喜欢小动物。是是是。我有爱心。是不是我说的我是小仙子，很认可爱。是是。多挣点钱，多我也想多挣点钱。多挣点钱，我太穷了。我问你旁边，你旁边。你们都不吃桂圆吗？桂圆多好吃，桂圆世界上上火。你这还怕上火？你这两个高原红酒精经久不消的。他怎么都得办的一层。你看，我们现在三个人在的是人家的房间，人家两个主人沉默不语，我们三个占领人家房间，哎，简直就是雀巢鸠占，鸠占雀巢，都一样。雀巢挺好喝的，好喝。雀巢冰淇淋也好吃。我只能再打开一包卫龙。给我卫龙是好东西，吃一口就升仙，吃两口得道。这什么？这什么呀？月圆吃豆腐。啊。没人给你剥，黄喵剥过来一句我不要，说的我给你剥一样。没有要剥，你看你微博天天发，谁发？你这画的像个乐呵的中年妇女，那种就是那种寡妇风流的感觉，就终于得到了路边小哥的青睐，得到那种放牛老汉的青睐。风流老汉的青睐什么鬼？就是风流寡妇和放牛老汉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。对。棒，故事会里经常出现。赵月现在好像停滞了一样，一直重复着同一个吃辣条的动作。扔哪里？对，扔这吧。哎，再来一次。其实赵月现在在吃那个，并不在直播，这是录播放的一段投影。对，其实这是个照片。我们在旁边配音。配音。对，我们 BGM 卡住了。赵月现在投影仪。我来个吃了，别卡了。
再卡我就抢了。正如说好奇，范范看到小黄墙上自己的海报什么感想？哪有？哪有？胡说八道。对，哪有啊？没有。王总，你在我不在的时候做了什么？溜了我的粉是吧？但是我真的有多的你会看他会觉得很激动。缺货。嗯。给我吃一口来。现在画面是有声音，但卡住了。啊。这叫海报，这是个镜子。但我觉得这张最好看。啊，我觉得这样挺可爱的，肉肉的，讨厌我喜欢你肉肉的视频，我现在肉肉，你也不肉的，现在不肉，哎，伤心，不肉，本妈本老母鸡，本老母鸡，你尝啊，本老母亲很生气，那真的很好吃，为啥？嗯，味容不错，味容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，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觉得，而且味龙，我这边把味龙拿去给海外的朋友、工作人员吃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。这一吃感觉是10块钱，哇！他想不到这么20块。这个卫龙胆是碎的，扔了豆皮，好吃，我没吃过，真好吃的。哇，真的好好吃啊！我觉得没有辣条好吃。好喝，这个好喝。我喜欢偏甜的辣条。嗯，这个咸的。你自己再加点糖吧，要不然。好好吃这个。吃还是这种酥软感真的绝了。嗯，我还是喜欢甜的。翻个白眼。哎，贵族。你还是吃吗？这个。这纸吗？嗯，这个是纸吧。那化妆棉我上次抽出来，抽很长时间，好着急啊。这是说话一直播倒是，客随主便。嗯，还是黄同学会出。卡住了，直播卡住。你别装了。是卡住了。这位不动了。这自己不动了。你瞅，离你一米远的爸爸都被你欺骗到。没有啊，因为我也没有很走心的在看屏幕，这孩子画面没有在动，真的没动。这是六粉儿，六鸡腿。你说谁六粉儿呢？这是六鸡腿儿。有什么意义？哦，对，我上一次看到就是直播，就是那个工资单儿。什么直播工资单？就是直播不是会给钱嘛？就月末一起结算那个。我上次看到那个签售的工资单儿，哎，我怎么一分钱没得到？因为你没提吧，嗯，还要自己提啊，对，可以提现，嗯，反正我看到有几个成员那个数字是比较真的惊人的，是吗？对，多少多少上几位数几位数？五位数以上，五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，嗯，那是六位数啊，五万吧，不，就上万吧，入万了，直播入万，小偶像，我要直播入万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直播赵月在直播的场景，然后。想了想觉得很厉害，真的好厉害啊，然后我就不直播，我觉得我肯定达不到人家那个层次，我就放弃。你要达到哪种层次？直播帝王。那今天直播有啥可说的呢？还今天化妆多麻烦呀、啊。那也是，你看我又不化妆，我又不能真的。但我也不化妆。我又不，那赵月你是自带高原红、腮红，然后鼻子又高，自带高光。对，鼻子五官又立体，头发又黄，自带颜色。反正三个都有，然后还是头发染的，头发染。不像我黑色头发看上去特别的浓棉，然后还有刘海儿。我都是想染黑颜。没事，我想染粉红色，只要公司愿意。那你怎么可能？加上单三2年不能染发，我操！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染绿色头发，然后就不能把绿色再染成别的色。不是，2年都必须。我也是在想，为什么公司要这么对他2年，让他保持绿色？好像是吧，就以后不能染这种很跳的颜色。吓死我说，2年这绿色不能变。我有次看他公演特别像蓝卡。嗯，我觉得绿色可好看。好看。我觉得有种那种轻飘飘的感觉，我喜欢。我也喜欢。哎，我觉得他很像那种动漫里面。嗯，蓝卡。蓝卡。有一个像《花物语》里面哪个角色，还有哪个四叶妹妹还是什么的哪个角色，反正看上去好可爱，我喜欢，非常的明亮感觉。我也没有很违和，我觉得公演那种猎奇的灯光可能配这种猎奇的颜色更好。其实还是看脸的，脸好看。公演那个剧场吧，那个光有时候打上去就会就是跳的舞有点不太对的话，就会有一种像那种奇怪的场所。我觉得那种黑绿也挺好看的，黑绿或者黑蓝渐变打嗝。但是头发染绿色不吉利吧？但是头发上有一片草原，是绿帽子。好喜欢，我想染。啊，我想染，我现在就漂好多遍。我也。现在这个色挺好。我现在你头发难道不会有伤害吗？它不会。我头发好像掉也掉不完那样，所以我也不是。不是掉不掉的完，就是它的发质。发尾肯定会变，发尾肯定会变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发尾肯定会变糙，但是变糙剪掉不就行了？反正还会长。还可以。长得也很快，
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剪了，我再剪就真短发了，我这下面都要剪。变糙了吗？这么大一堆全部要剪。是烫焦了吗？不是，它漂的。哦，漂的很伤头发。嗯，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头发这么长，他给我梳的时候就一直往下掉头发。他说那个，我真的是哇，但是染个黑的不是得了吗？还非得给我搞调染。他说两年不能染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反正。那现在染回来了吗？不知道哎。我觉得可能染的太贵，就没有钱。突然想点外卖，我就关直播了。拜拜。要关了吗？对，我要关直播了。这位请客。放哎呦喂，哎，张雨欣的请客喽！张雨欣的请客喽！